你敢答应吗？哲星说这样一马窝让他干嘛呢？段璇感觉要换游戏了，有点可以啊，让你先把段璇惩罚了再说。嗯的，但他在他的那个手机的第几个人也发一个，你在你的那个口袋吧，口袋关注列表的第五个里面发死鬼，那发语音的死鬼吗？不行啊，口袋的话我必须得退直播。对，哦对，嗯，还有微信吧，微信吧，发语音哦，要播。谁呀？四五十个老关，我下面的给你们看。我就是人，人对呀、啊，怎么可能公众号？群也算，对，可以。群算吗？可以啊，算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死鬼！啊！谁呀、啊？不会是 S two 吧？刘震彦。无语死了！无语死了！真的无语死了！是我眼睛亮晶晶，谁眼睛里面有人？玩什么呀？好尴尬！接下来玩什么？玩什么？玩什么？好尴尬，好尴尬！让我想想啊。那剧本杀可以玩了，人家一二三九个人能玩。没关系，会玩我们就那种随便玩。给我失忆，听见没？他不会玩，他都去人家那个 N 队内部玩。没牌主要是，手机有哦，对，你们直播。得推出去，就退出去看完直播就。前辈，前辈，我们可以去好记忆环境让你失忆。然后前天去好记忆环境拿一下呗。拿什么？狼人杀，狼人杀牌。是我有狼人杀牌，我去拿。好，去吧。不会玩没关系，你可以，你可以玩的，你可以没有关系。一盘游戏里面多了这些知识担当的。哎，我真的很不喜欢玩狼人杀，烦死了。他们有人可以玩狼人杀游戏，其实我也很讨厌玩。那玩国外游戏吧。郭太厉害。国外怎么玩？那还是要玩郭太厉害。没有没有。但他因为他厉害在，他的厉害在一群菜鸟中，他有会被针对。不过我还有乌诺牌。乌诺有点无聊，下次跟娜姐学。那要不我们冲网吧？可以啊，无聊。我好多游戏。娜姐就已经走了。娜姐什么叫娜姐？我要回来。牌拿来！哎呀，我的手机咋倒了？那我要回来。这手机什么时候摔倒？下次，下次。我要去看姐姐了。无语死了，真的无语死了。怎么倒了呢？我也没去拿，因为大家说不完，拿一下。我居然没有输。掉了多久了？为什么会掉？好奇怪。能不能变高点？我看一看啊，你们等我一下。国外游戏怎么玩啊？国外游戏不能玩，因为我们队的人都很保守。保守？是有多保守？玩累了，是吧？哈哈，你为什么？嗓子好累，好久没笑笑这么久过了。我也是，嗓子好累，脸都笑僵，都不敢见，一直笑。广州的经济姐，击鼓传花，击鼓传花也把灵魂都给我笑伤了。我们就不玩了，是吧？好不好？可以，先玩着，先玩着，玩着。我们先来两把，我先看看能玩什么。好。来，国外游戏收卡片吗？扑克牌，扑克牌有吗？有啊，来吧。几个人？我们这是啥？扔在地上。我太他们都看到我的手机屏幕了。我也是，哎，看不到我们。这是什么？甜甜的，我的姻缘牌。我们还怎么玩的？几个人啊？我们几个人？九个人。无语，无语死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K。就是有一个 King，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一二。然后呢？三四五。King 有基底牌吗 ？King。没有。没有底牌的话，那就没有底牌那个版本的，没有底牌是那个版本的，就是 King 说，反正 King 说三和五，
然后大家就开始看自己底牌来翻出来，然后大概是吹牛。我觉得 King 也要自己的底牌吧。不，那个版本是不要底牌的。好吧。然后就是 King 去猜，猜是谁，是谁吹的牛最无语。你先看看。OK。是吗？对。然后我如果猜到了的话，就是那两个吹牛的人去履行自己吹牛的事情。如果没猜到的话，就是 King 去完成那个吹牛要做的事情。好像我很大，狂野版的，很狂野。如果就是 King 有底牌的，那是清新版的，很狂野。就是试一局大家就知道了。抽，先玩一抽，可以看自己底牌啊。哎呦，看到了。嗨，给我一双翅膀。哎，还有谁没抽？能够接近。好了 ，King 要出来 ，King 要出来。谁是 King 啊？我是 King。King 来，King 说两个数字或者一个数字都行，就是你指定。一和七。好，这是大家开始每一轮发言了。好。就比如说我。King 好惨哦。哇。就是 King 也是要参与其中的，比如说我啊。如果我是一或者七，我就去喝马桶水。哈哈，去去。如果我是一或者七，是你吧？哈哈，有吧？如果我是一或者七，我就去敲任意的房间门的成员。肯定是他了。嗯。没了，就是他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去喝他房间的矿泉水。如果我是一或七，我就随机挑选一人贴身热舞。感觉你也很少，也不怎么样吧？不狠，不狠呀。到我了吗？嗯。如果我是一或七。我就你就干嘛呢？让我想想，来个狠点的。孔子哥拿出你前辈的水准来。我就拉上一个人，然后干嘛？和他一起拍泳装照片。这有点狠了，你这不仅要那个什么，要履行这个承诺，还要花钱。应该不是孔子哥。不用花钱，我那儿就有泳装。我也有泳装，你都被人看过了。哦，如果我是一或者七，我就帮另一个人擦厕所。吓死我了！帮忙擦什么？擦厕所，洗厕所也有感觉不错。我的厕所都很干净哎。如果我是自己的厕所都没有洗过。或者七，我就。随便敲一个房门，然后对房门里面的人说马桶水真好喝。如果我是一或者七，那我就给所有人在座的人免费搓澡，就是我帮你们搓，亲自搓。谢谢。那不让你占便宜了。要让你占便宜了。好难猜，我没上头怎么了？我有什么走光？如果我是一或者七，我就让我室友帮你们洗厕所。我天哪！怎么样？都跟厕所搭边。嗯。有没有？说完了，让我们倩倩来猜。对。好难啊！不难。猜错了要干嘛？要做那个？就是你要做他吹的那个牛。这没有一个是能做的。我觉得那 K 好惨。对。那 K 好惨 ，K 好惨，不想当。这 K 不可以吧？这福气给你要不要啊？这马桶水不好喝。那好。所以一般可以只说一个数字，说两个数字还得猜两个人。我也觉得，原来是这样，我以为是要猜两。我觉得段奕宣的不错。我也觉得是段奕宣。你觉得是段奕宣？你觉得段奕宣是？还有雪儿。还有一个。嗯。米雪儿。嗯。这爆。八。好，段奕宣那个你要做啊。我是你爸爸。那我就选哪个能做的吧，反正其他都不能做。我觉得。还有。搓澡也搓不了，可以搓，为什么不能搓？为什么不能搓？我好多搓澡巾呢，我可以免费送你。想一下，你不会想让我的室友给你洗厕所吧？没事，小爱吧。
我是六，你让张月明给我洗下手。救命啊！这一次啊。嗯。可张月明人在房工作。二十八，那谁是？我是去敲任意一个房门。我是三哎，我是一。张月明好惨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帮人搓澡？搓澡？你想占我们便宜很久了吧？七是谁？七是谁？七是谁？七谁？我是四。我是九。天，谁是七？我是三。我没有七吗？没有七吗？没有七吗？可以自己吧。啊！啊对，选。少了没有？没有七，没有七。我给你检查。我没有仔细检查。你看一下，没有七。真的没有。玩啥呢？玩啥呢？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九个人，少了一个人。嗯。所以就没有，不该要九。K 有底牌吗 ？K 没有底牌呀。那 K 好惨。那就把九拿走。但是为什么会没有七呢？就是，就是拿少了。你看那个牌里面再拿张七出来，这 K 太可怕了，千万别当 K。我也觉得太可怕了，千万别当 K。我们玩 K 有底牌的吧？对，没底牌 K。我们玩一玩那个 K 有底牌的吧。嗯 ，K 有底牌，不然 K 太吓人了。拿张七出来，拿下七，这是九，在哪里？哎呀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是小七，没牌呢，没有牌在哪里啊？在我。你们想的倒美，他们喜欢看那种说啊，一号跟二号要贴贴，三号跟四号要抱抱的这种。那种能播的都是无聊的。我们不是哦 ，S 队不是哦。K 有底牌的，那就是九了。嗯嗯，他们喜欢这种。来吧，抽签又来了，好吓人！不要是 K 主的官，确实。你是哪个给我就好？这个还好。是 K 的话要说吗？要说。怎么会是我？啊！这个 K 好一点。对啊，这个有底牌的是吧？对，你不能看你自己底牌。好，然后你来说。啊，不能看自己底牌啊。哦，不能看，可以不能看，就是三和六。干嘛呢？干啥呢？三和六干嘛呢？哎，可以干嘛呢？他刚刚是不是没说干嘛？没有啊，就是三和六，然后就猜啊，你猜谁是三和六？不是要猜，你就直接说三和六干嘛？直接指定啊，可以说啊，直接说干嘛就行了。三和六，你有可能是说的自己，有底牌的就是三在六的身上做十个俯卧撑，这也太多了。那五个，三个吧，三个 ，OK。我是三，六是谁啊？六是谁呀？哈哈，我是八，我是六。六千这是什么体质？好可怕！你们比我小呢哟。狂野。我说不玩这种吗？啊，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做这个都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坦坦荡荡。来吧，在座的各位做这个都坦坦荡荡，对吧？你就是做出有竞技精神的俯卧撑。对，没关系，小马，他们说镜头帮忙转一下。好，来转一下哈。竞技精神，竞技精神，我太长了。竞技精神，我太长了，我手。刚刚他们不想玩。那我这样子吧。对。你这样子，我怎么下去啊？哇！你们要不我下哇，这个画面有点啊，画面有点怪，这个画面有点怪。Oh my god！ 完了，就三下是吧？挺棒的嘛。没有，我刚刚去看可以玩什么游戏了。救命 ！OK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然后呢？还可以说其他书吗？还是下一次了？真下了？那直接下了。我们还一会儿还可以玩那个你们玩过那个请喝酒的那个吗？没有耶，那是啥？哦，那就是还是起名字，得起个很，那不得有，没有才行吗？有啊，不是那个什么，就是也是哇，好多可乐，哇，也是，就是输了想一个那个什么就行，输了想那还玩这个吗？什么感觉？先玩吧。好，啊，什么意思？自选 K， 反正就是起名字。那个就是，啊，感觉也没有什么意思了。啊，没关系的。那个好笑吗？那个很好笑吗？没有抽又是的。等会儿这。再来一遍。找一张牌。啊！怎么了啊？那张 K 呀，哎呀，没办法了。
难怪这么开心呢。我们实在想不到玩的就玩剧本杀吧。这个点玩剧本杀你得玩到凌晨呢、那你说的也是。下次吧，下次怎么跟上次牌一模一样啊？下次定好。下次你都说出来你是几了？不是，我说的跟刚刚抽的让鱼放回去的那一把，不是上榜那一把。谁 K？ 我是 K。哎呦，你怎么了 ？K， 你有底牌哦。K 的底牌呢？啊，有在这儿。King 可以指定很多组一起哦。哦，指定的越多次，自己就感觉越大。对。要干什么呢？又能播的，我再想想。也可以不能播啊，我就是把手机不对着它就好了。对。好吃惊。要逃？不行啊，这有个全景。对，把全景蒙住。那儿就可以做全景。他们让我看看你们这边有好几个游戏。那你们去那边做对，可以。那边可以。没有啊。看不见。哦，没看到耶。还没来啊？八和有八吗？有，一到九。二和八，二和八贴身热舞吧。贴身热舞什么？来，郭帮我把 iPad 给我一下，我来放音乐。谁是二啊？我是二。八是谁啊？我是八。谢谢。男科老二五吧，在哪儿五跳吧，就三个二五吧，在哪儿啊？考考五，来，我给你们放音乐。我们俩跳啥呀？我们俩好男科。三位啊，组三位啊，就是三位、啊。我们就把这个放在跳这个事儿上，这是三位啊，就不放在热这个事儿上。跳什么歌？陈小爱，你不要断路猥。放一首嗨曲就行了。要是我真太猥琐。好像要那种动次打次的才行。OK。等一下，狙击怎么能够不倒？瑟瑟发抖，我懂不懂？我是游戏达人，来。来，我发财！我今天运气可真好呀！来吧。
吧。屁来洗牌，我今天运气可真好呀！小菜鱼，我今天运气真好，下次应该石子香石子，石子扣着扣着，下棋了石子。不不不，你应该捧头捧头。好会呀！下一个你了。救命！不会的，扣着碰头啊。碰额头，或者什么碰头啊？只能碰额头，碰不了鼻子吧？能拿得到吗？关雪雪拿一个，自己动手。还是浅浅。我刚刚帮你白拿了是吧？我是 K。哦，陈乔，你是四海为家。是 K， 我是 K， 我是 K， 我是 K。那就一和二碰头吧。哇！又是你啊！不是你，又是你啊！捧头碰鼻尖，谁是二啊？捧头碰鼻尖十秒钟，就你俩赢了。他谁谁谁？小爱的锅，真难看。十秒，来啊！等等，先好好切个镜头啊，好尴尬。不尴尬。谁捧谁呀？你们要心如止水的姻缘，心里越平静越。把那个墙好看一点。
他俩的话应该不能播吧？哦、他俩的话可以，有意思，他不用偷拍角度，但是他这个是反扣吗？什么？就是这样手，谁扣谁啊？他扣你啊！偷拍角度，偷拍角度。嗯，不是偷拍角度吗？不是，大家好，我是在直播我自己啊，我是一个颜值主播，我是一个颜值主播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等我，等我再好机会，等一下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，等等，等等不能播，干嘛？不能播，不能播，走，走，我遮住了，在封我自己，我用手挡住了，我用肩膀挡住了，不能播。我看我，哎呀，看学生都好了没啊？好了，快点！我就哎，就不要鼻尖对鼻尖了，你就那样就行了，就那样就行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就行了。我看这都没刚刚那小马尺度大。那你还想怎么？嫌弃尺度不够大？没有，没有，不够简单。看学生好漂亮啊！我的妈呀！你自己拿来吧。我真的是。
样？三组作量的就，他们给个建议，他们给个建议。那个建议不能让段奕晨摘出去。几个六来着？你是六啊？那不六个人打电话呀？六个人都打电话不好，好吧？这六个人都给自己的搭档打个电话。啊？在直播？哦，对，直播不可以打电话。搭档可能在训练。嗯，那就说明你有惩罚对吧？那就这样吧。他们说的都。怎么没有吗？没有，好像有，全给你了，好像吃了房间的 Poki。那就这样吧，这几个一起吃 Poki， 谁的最短谁最赢。我找一下段。我是二，与我无关啊，我是九，我是二，我是四，我是一，我是八，我是八。我是谁？我房间没有 Poki。耶！那是什么？那怎么？换一个。哎呀，那和与我无关，与我无关。他说了几个呀？你说的几个几个？我都忘记了。我也二和六，一和八，三和几七。没有我。房间没有 cookie 啊，有巧克力。哎呀，很小。天啊，巧克力多恶心。那就两个人一起把巧克力吃完吧。多巧的。我巧克力可以自己吃一个。巧克力会化哎。那恶心一点。说它是巧克力饼干。哦，吓我一跳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是。这个咬不动吗？这个很难咬哎。对呀、啊，没有吃的。他们好像吃那个巧克力饼干，我也想吃。可以啊，谢谢。这个也是巧克力饼干，分享。发现没有耶。好饿。没有没有。那我那个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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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你看，你把你的 K 收着，我们重新收着，你就选两个人吧。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人好多呀。可以，可以，好，可以这样，可以。你把你 K 收着，我们重新收着。可以，把哎，重新抽吗？你拍一下，我放上面了。嗯，先选一个。有人拿回来了吗？嗯。是饼干还是全巧克力？你们咬的巧克力饼干。嗨。那个好像是巧克力吧？吃。喝吧。随便抽，选它。嗯，你随便，这里还剩两张，你选一张。有一点点，我这个。好，这张是底牌，来吧。嗯，我没弄。你说吧，哒。我说，八和二，干嘛？八和二，我又逃了一次。八和二，干嘛？嗯，我怎么知道干什么？嗯，不知道，这个是白金的，八分，我是五，嗯，去敲拍档的门，去敲拍档的门，谁是八？我是八，我又是我，敲门，二十三，我敲自己家的人，快点下麦，去吧，我们俩都是室友，我俩是室友啊，他在吗？他不在。哎呀！然后卢鑫又在这儿，啊、你敲两下吧。玩啊！就是玩啊！啥手机？谢谢我思路过敲他的心门。那这样你给他打个电话，好尴尬。那我怎么办？他在直播。直播也可以，但是可以去吗？万一他去了呢？其他人播去这么早，口袋得慢。你给他口袋留句言吧。可以吧？那我怎么办？不是他直播，他退下退出去才能留言。对，因为口袋他那算了，那怎么办？不好玩这个游戏。行，那解散，解散。笑死！这么突然？是怎么每个人都说到我的？在场就很难搞。对，在场。嗨。嗨。好。我一次都没中哎，我这运气太好了吧？对你，我也没怎么了？虽然很不好意思，是两个什么连声呀？这个是日本朋友从日本寄过来写的字，不是那个。连麦必须规定他说出一句话。好，在直播吗？我想要一个。不干。哦，对，不干。那就只能。哎，你们两个，现在你们两个摸着脸唱情歌。嗯。
最想对对方唱的一首歌，唱同一首情歌吧，这样捧着脸唱。再靠近一点，我只能是想到我跟刘尊也再靠近一点点，再靠近一些，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？来嘛。那我跟吴欣怡唱啥？有点甜。不玩狼人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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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玩狼人杀。请问刚刚小杨说了多少个不玩狼人杀？唱啥呀？有点甜，有点甜。怎么唱来着？给放一个，给他放一个。来，有点甜是什么？我轻轻的唱啥呀？您说的爱我，是你让我什么开始怀疑多？嗯。你让我，我知道了，扣扣，你待会儿，怎么这天翻地倒的第五个人，打开，死鬼，关掉，走人。连麦列表，嗯，这个结果是我们，好险。来，先把这边结束。干嘛了？唱。难吗？你把自己的脸放。不是。要跑要跑的脸。唱呀，唱啊！真的。唱真的假的？什么副歌？来了，就是。我也不知为何，伤口还没愈合。谁大家不许翻白眼儿，不准逃避。哎呀，唱多久呀？好了，走吧。完了，我唱多久了？你惨了，你坠入爱河。特别好。那我干嘛呢？让我想想。胖子。小燕，看看第五个是谁。我还想吃多点。第五个是谁的？还有麦，我想吃巧克力。好，那还有。还有一个来着。是谁？不敢再偷拍了。算了吧，还是给我搭档打电话吧。好。我要去上个厕所。但是我是。我就是你们的表情，我是你们的代理。没事，之前直播都帮你记录。OK。我要拍我女生。哦。快时间，快来拍呀！你们都在弄着干嘛？我拍着呢，拍着呢。肯定就是没。啊，我刚打电话要干嘛呢？那指令说个啥？你用手擦擦。那指令说个啥？你话在哪？你现在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？不接呀。你说想他了。怎么不接呀？不秒接呀。丢。喂。喂。喂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看电视剧。哦，你有没有想我呀？啊？有还是没有？
吧，好吧，那就这样吧。我不行了，我不行，我现在脸都红了。什么就这样了？啊！我不行，我都开始出汗了，太可怕了。这你为什么会出汗？这不行，因为你不知道我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。啊！救命！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行了行了，你看你的电视吧。嗯，你看你的电视吧。不为难你了。好，啊，你就当我喝多了吧。好的。这样吧，你看电视吧。霸气都不敢说，这个真是极致推拉呀！哎呀，学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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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看电视吧。没挂啊！尴尬死了。救命！救命！啊！你还是别叫我，整个人脸都红了。我觉得还是别打电话。你扣扣耳朵都好吗？扣扣，扣扣熟了什么？好吧，下一轮，来吧。好吧，他来呀，来吧。最后一轮，我要撤了。嗯。我的时间睡眠时间到了。哇，现在睡这么早，这么早睡，真的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但是我做不到。我洗啊，对，不多洗牌。不会，我不会中招，因为我运气好。嗯，差不多，我洗漱完都十一点了，差不多该睡。好，哇，好早。嗯，最近早睡早起，挺好的，非常好。哼，我是 K。嗯，我看你能说什么。剩一张币，看我抽到的数字。来吧，让我想想。最后一轮啊！我没有歌词，不会唱。一跟八，耶！吓我一跳，你干嘛？一跟八，让我想想干什么呢？你们说干什么？居然是收尾的那句轰轰烈烈，对，一起洗澡，烦死了！现在一起进去洗个澡，该说的。今天晚上一起睡觉。来个大的。让我想想，传纸巾，撕纸巾啊，撕纸巾吧。两个人一起撕，撕纸巾也行吧。嗯，好，来吧，来吧。应该不是我吧？知道了，隔着就是纸巾一般都有几层吗？他们俩有嘴，分成两层。谁让你们一晚上都是没有抽到？他们俩干嘛？过来吧，田姐，撕纸巾要撕小一点哦。我只要换一个，用嘴巴给它分成两层。这个纸是两层的，你要给它把。你要用你的唇去抿，用它的唇去抿开它，就是嘴巴一张就分层了。什么用他的唇抿开？用自己的唇抿开？就是用他，用你们俩。这是不能播的吗？就我们手动吧，没打算播，没打算播，没打算播，你俩来吧，就我看着就行了。三哥。好吗？逆转，镜头拿走，你俩搞吧。嗨，来吧，我们就是来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自己啊？我真无语。这就说明做人留一线。对呀。你刚才信誓旦旦。你们赵天阳这里我好好看呀。就是 focus 一下我 focus 一下我们的表情。我的那个什么好看吧？嗯哼。来吧。这么大有啥不敢的？你干啥呢你？他是要这样撕开。他是要。他把这个纸分成。我在赵天阳那边好好。怎么弄啊？那你的口红过分了吧？会。那有点过分了吧？不过分，那口红粘一下，你用嘴撕好多了，嘴撕还有个口水。我跟你说，啥有多好？真的就是你这样抿一下就来了。怎么办啊？救命啊！哎，没化妆你好看个鬼！啊，好看，这怎么搞啊？好看，就是你看，毒奶这边。不是小马，是洋洋跟他就开了，洋洋跟甜，你懂吗？就是拿你的口红去粘一下，两个一粘，做宝贝的分开就开了。我后悔了，因为我经常玩，经常拿口红擦嘴巴。我换一个，比前天说的用嘴巴撕纸要收敛多了，嘴巴撕纸才是真的很过分。我换一个吧，不快啊！你看好简单的，对吧？我换一个，那你换吧。
你这样就搞得我很尴尬，是感觉你很尴尬，你拒绝我才很尴尬，不是是你很尴尬，他都站起来了，你拒绝我才很尴尬，那来啊那来，我觉得甜甜应该是真的是害怕你，不是啊没有，不是我是说害怕你尴尬所以才会这样，对对对，我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，这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吗？哈，主要是。没关系，可以播。我知道，我知道要怎么搞。你来，放心，我知道怎么搞。怎么搞呀？真的可以播吗？这还有个机位啊！就你，我们去那个角。怎么播？什么？怎么？奇怪了点。怎么播这样？我从这看。你要接话吗？哎呀，不是很容易吗？我来看，等我搓一搓先。这样哇，好厉害！就是用你们各自的口红粘开，粘开。哎，我可以用左边脸吗？因为我左脸好看。什么玩意儿？不拍你们，根本就这边有个机位。哇，有没有有感觉了？为什么？真的蛮难。嗨。我这个有种自动打那个感觉。嗯，怎么搞啊？我好像会，我都上上手了，快点开始吧，这太简单了，其实一秒就给它分开了。三，哎，别动，你别动。好吧，放过你们吧。很简单，有没有？真的很简单。对呀，那你在那畏畏缩缩。有没有有那？哎，我觉得我的这个有替他们加成这个。这里有两包纸，我再说一下。这是谁的巧克力还没吃完？谁巧克力不吃完扔了？好，拜拜，我要关直播了，拜拜拜拜。哎呦，好，不见了我的手机，拜拜拜拜。感觉我刚刚那个打光打特别好，是打光是遮手遮的特别好，特别有感觉，有没有？为他们平平无奇的男科增加了一些些的氛围感。本来也没有什么可以看，可看的无聊哎。拜拜。说白卡，我有那个。哪个？拜拜，就这么下了给你们。